只洗洗，不洗洗是什么？这个是全冰全糖。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菲菲。现在时间是早上5点，我要出发前往泰国曼谷，是不是很兴奋呢？并没有，因为我是要去出差的。对，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，我是差距。这个都是。泰国机场，今天这班飞机超满人超多。鸽子哦，我真的很恐我先认真消耗一点卡路里。我们先来试验看看，用实体的卡可不可以刷过那个地铁。好的，不行。Let's go。哎，骑士千账卡。类似像炒泡面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海鲜跟蛋。好吃，有辣。来喝一口刚才买的新鲜芒果汁。快乐。我们买了超多战利品，已经晚上8点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去吃晚餐。哦，是这个。好爽，好吃。泰奶，这个是全冰全糖。哦，好甜。真的太难，是真的太难。
哇哦！听说他们的 Seven 就是有很多这种小包装的厉害的一些保养品之类的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也不错。是 Seven 大师哎、欸，非常推荐这个飞碟吐司，对，然后可颂，所以它其实是可颂热压吐司的概念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我蛮想吃的，巧克力的这个特殊口味的，看起来就特别好吃，尤其是这种 two and one 这种，就特别想买它。大采购，大采购，我们来复习，能怂赏喜哈。好，你考我，你考我，哈，一十八，哈十八，五十八，对，五十四，五十四是什么？六一百，然后呢，千是什么什么什么？忘了，忘了，马上忘记。我们回来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在整理明天要再去会场的礼品，超多超重，所以我们每个人行李箱塞爆，就是因为装满这些文宣跟礼品。主管在弄他的 PPT，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聊说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 PPT 内容更丰富啊，要怎么讲什么的，一直在讨论，然后又弄了一下礼品，再整理一下行李，我就真的超爆累。我明天还要早起准备我的会议资料，出来玩都是要还的。晚安。早安，我现在正在 Grab 上面前往一家网红咖啡厅，因为今天早上 Jack 跟玉蝉他们去参加 Mahito University 的 Meet and Greet Campus Tour， 我一点要参加 Pre-Conference Workshop， 然后目前的状况就是塞车，应该等车的时候已经等了15到20分钟。微口味的这个年轮可颂，还有点了一个店员小姐姐所推荐的 Thai Dirty， 然后它里面就是有椰奶，拿着这个糖棒就是搅拌着喝。我觉得咖啡真的很香，就是有一个醇香的感觉。那个店员小姐姐有提醒我说，这个口味比较偏甜，它确实是蛮甜的。但是如果你们喜欢甜的咖啡的话，我觉得很推，因为我觉得它椰奶真的很好喝。一放到嘴里就会有玫瑰的香气，超厉害。现在要去参加 pre-conference workshop，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，超漂亮。我刚拿到我的名牌，现在要赶快去 workshop。这里超夸张的大，
我已经走了快十分钟，我还没有找到我的 workshop 在哪里，而且我已经满身大汗了。All that, but we can all find ourselves really getting into habits and doing things in a certain way. We concentrated 3 and 4. Each time we do or redo a task, Thomas, and I wanted to share.2 hours later, 我们一弄完场地就马上回来准备礼品，超忙。喝喝看，昨天在 Seven 买到一个 Beauty Drink， 说是姜黄的精华，哦，蛮香的。嗯，它喝起来是白葡萄汁的味道，就是姜黄。嗯，试试看这个芒果干，好吃。嗯 ，very sweet。哦，嗯 ，it's very sweet。Later。现在已经半夜了，明天要跟不同学校开会的资料已经差不多准备完了。明天就是 APEC， 也就是全球前三大的教育年会，我真的超紧张，但是又有点兴奋。今天下午参加了 pre-conference workshop， 还蛮好玩的，6-7所不同学校组成一队，然后一起讨论出有不一样的创新的合作的模式。今天还有机会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介绍台大三宝，还有介绍一些台大跟姐妹校的合作模式，就顺便当作是为了接下来3天会议的练习，还蛮有成就感的啦。因为就觉得哇，我现在真的是代表台大的身份再去跟其他学校谈合作，责任重大，所以真的要准备很齐全的资料在脑袋里面。出差很累，但是我感觉我会学很多东西。大家晚安。Later. This is we get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. Major partner universities. So during the summer internship. The CO2 emissions. Yeah, that's really good.才认识的台南成大同仁们，耶、yeah ！一起来逛夜市。我刚刚其实没有。你要先什么？我还以为有什么特别的。Okay.